皓月长得很矮，非常像他爸爸的。奶龙，奶龙，为什么吓了一跳？被他自己吓了一跳。为什么吓一跳？晚上好，欢迎光临直播间，大家晚上好。我是一名熊猫主播，我是月亮和熊。我在皓月这里啊。对，吃竹子，熊猫的话，99%的食物都是竹子，它们主要是吃竹子，而且熊猫的话。吃竹子已经有600万年的历史了。周末啊，来都是人多的。他们从600万年前就开始吃竹子。快多久了？熊猫在地球上已经生活了800万年，大约是从600万年前开始。死熊猫是肉食动物，所以现在的国宝大熊猫还保留了祖先的消化系统，还有犬齿。是因为经过漫长的他喜欢他不代表漫长时间的他喜欢你。